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思说》节目。今天咱们再讲一讲健康的生物钟现象。刚刚讲过说，季羡林老先生讲到，人和自然和谐是第一个，人和社会和谐，人自己身心的和谐。如果我们掌握到健康的精髓，就是说，健康内容可以写好几百万的书。这个有几千本、几万本，但最后你做到归根到底，你是应该吃啊、穿啊、运动啊各方面复杂极了，但归根到底最最核心的理念，健康很简单，它就是和谐，就是中庸，就不要走极端，不要走极端，和谐中庸，比较不走极端，同志们。您就是地位不高，没有多少钱，也没多少文化，哎，不，您一样能健康百岁。相反，您要是走极端了，您既是富豪哦，您就是学者、科学家、美国博士，一样出事。就是说，它的健康规律是人人平等，核心就是和谐、中庸，不走极端，比较那个阴阳平衡。那么，这里讲一个，我们要讲一个顺应生物钟什么意思呢？生物钟有几个规律，一个规律，3个半小时，3个半分钟。什么叫3个半小时呢？我们平常每天早上起来活动，走走路运动，活动半小时；晚上新闻联播以后，晚上走路走半小时；中午午睡半小时，中医叫子午睡。人啊。早上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人一醒过来，交感神经自然就兴奋，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血粘度加快，激素分泌增多，血糖升高。他为一天的工作劳动做好准备。到晚上，慢慢，尤其到半夜，慢慢下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早上起来，活动活动。晚上再活动活动，中午呢？要休息一会儿，因为中午这个时候，您休息了以后，因为中午是阳气最盛，那么机体一休息呢，最能够跟它取得一个平衡。晚上11点钟、12点阴气最盛，您赶紧休息，也跟它平衡一下。那么这样顺应的这个生物钟啊，很和谐了。按照3个半小时这么活动。早起活动半小时，晚上活动半小时，中午午睡半小时，3个半分钟。那体位躺着，突然起来，这个体位变化太快，很容易直立性低血压。哎呀，脑缺血，眼睛发花，金光乱冒，完了以后晕倒。这时候您醒了要躺半分钟，完了坐起来坐半分钟，完了两腿下垂。再等半分钟，经过这3分半，人家上厕所、洗手间没事，很安全。不然，很多人白天好好的，第二天说这人死了，哎呦，怎么会呢？哎呦，他半夜起床太快，上洗手间一站一用力，邦机倒下了。这个完全可以避免。所以现在有了3个半分钟、3个半小时，减少了很多人不必要的意外、心脏病、脑血栓死亡。中老年人5睡半小时，就那么简单。冠心病发病率、心肌梗死减少1/3，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血压从早上起来以后吧，比较睡觉的时候比较低，8、9点钟高了，90点钟高。那么如果您不午睡，整个血压白天一直在高峰运转，晚上再下来。如果您中午午睡，到11点时一休息，它中午下来，血压下来，一个低谷，心脏得到保护。综上所述，顺应生物钟规律。坚持做到洪教授所提倡的3个半小时和3个半分钟，就可以在1分钱不花的情况下，显著降低冠心病、心肌梗等疾病的发病率。那么，顺应生物钟规律，还能给人们带来哪些益处呢？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人吧，你看，年纪轻轻还30、40、50岁，好像没有病。突然心梗死了，而那些老病号，
七八十架桥搭桥支架，他反而活到九十多岁，而那个挺健康的人突然一下就心梗，那为什么呢？就心脏病突发。那为什么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心脏病突发呢？减少这些意外呢？有，这也是一个生物钟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国际上得出了一个心血管病有两个猝死三联症，就那么有两种情况最容易猝死。第一个情况，就叫饱餐、酗酒、激动，这个三个连在一起很危险。首先，饱餐本身，吃饱饭就增加了心脏的负担，肠胃道充血，心脏就耗氧就增多，心脏又缺血又耗氧多，就是说饱餐本身使心脏病容易发作。一旦酗酒，那不得了，尤其白酒，酒一进去吧，特别容易使斑块破裂，心脏病。什么情况叫缺血呢？动脉狭窄50%以上，我们血管这么宽，堵一半以上没什么事了，但超过到70%以上，心肌就缺血。这像马路四环路，四环路有四车道，堵塞一条车道没什么事，堵两四条路四环堵两条车道，还有两条还可以凑合。如果四环路堵了三条车道，哎呀，那四环甭走了。那么心脏也是一样，动脉狭窄了一半，没什么事，走路啊又那样，到狭窄70%以上，走快上楼就疼了。好，但是疼是疼，它不会心肌梗死，因为它还有25%通嘛，就怕什么彻底堵死了。那么如果慢性的斑块，它是慢慢形成，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才这么狭窄，所以它有侧支循环替代。因此呢，所以虽然有了冠心病还问题不大，就怕斑块破裂。这个斑块一旦一破，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5分钟10分钟一个钟头彻底堵死，就四环路一下堵死，那不行了。所以就是说，有动脉硬化不可怕，40岁以上的人，中国人60%左右动脉解剖都有斑块了，5岁70%多，6岁80-90%的都有动脉硬化，它不可怕，你死不了，一点事都没有。但是因为斑块不能破，一破10分钟、2分钟或者说死就死。什么东西使斑块容易破呢？喝酒、酗酒醉，酒精进去，给它伤害它破。第二，生气、着急、动怒、突然用力、憋气、用力、生气、着急，这个容易让它破裂。有一个病人本来70多岁，健康明星，身体是每天都练身体，练挺好。那一天啊，练了一个钟头，还很有劲儿。练完以后，总觉得劲儿用不完呢、啊，劲特别好，干脆练一下单杠，跳上去拉住杠子，一收腹，抓上去翻一个身。没想到这一来啊，又下来又疼极了，疼极了，不行了，说赶紧上医院。一看，动脉斑块破裂，因为他这种动作压力一大了，撕裂了。心肌梗死了，虽然做过溶栓抢救是活了，是必留，他就是突然一下，也就是说，因此就是说，中老年人哈，饱餐就有危险，因为再喝酒很多，哎呦更危险，再激动，哎呦高兴，这一来三个一错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心肌梗死、心绞痛或者猝死，这就第一个危险三联症。第二个，冬天凌晨用力，早晨再用力，哎呦，这三个连在一起，第二个重要的死亡三联症。为什么？冬天本来就一到冬天，大家知道血压呢就上去，比如夏天血压低，吃药很少，冬天血压就高起来，药量就多了，因为冬天血管收缩。冬天第二凌晨，平常知道我睡觉的时候血压低，天一亮，太阳一升起来。早一些血压就高起来了，所以凌晨这个时间呢，对心脏，对呢是一个重要的负担，很容易出心血管病，最多就在早晨这段时间，科学把它们叫做魔鬼时间。所以冬天本来危险性就高，凌晨又是血压更高，再加上用力少血，外国有规定
早上家里门口血多的必须自己扫，扫不扫人家摔跤你都负责任，所以早上是在凌晨用力扫血。好，全世界统计每个国家猝死最多的日子都是冬天下大雪第二天的一早猝死的最多，所以这因为这三个因素都独立致病，而三个因素加在一起更危险。也就是说要避免一些心血管病意外啊，一个是饱餐酗酒激动，一个是冬天凌晨用力，如果这两个避免，哎呦，那你减少很多。由此可见，生物钟规律作用于心脏病患者就是少食少酒少激动，尤其是在冬天更要避免剧烈的运动。此外，在一年的四季，我们又该如何运用洪教授的健康新理念以达到养生的目的呢？还有就是说一年的四季养生，春天到夏天秋天冬天，总的说来吧，像春天这个变化季节啊，血压是有波动，传染病比较多，但还不是厉害。夏天酷暑，它什么呀，温度很高，湿度很大，出汗很多，很容易血液浓缩。在这个时候加上在酷暑季节，不光是身体容易中暑，更重要心理中暑。像我们好多年轻人其实身体并不中暑，在心里哎呀这个很烦闷难受，这个难受，实际上他心理中暑。如果加上身体中暑高烧那更不得了，但在夏天这种酷暑的季节啊，是一个心脏病发作容易高的，尤其是血栓性疾病，就是说血液浓缩。你看有一年天气特别怪，五月份，按说北京五月份呢、不应该太热，不过他五月二十几号啊突然来几天高热，都35度左右，哎呦，人们没有时间准备，因为在北京七月份才大热，八月份，他五月底就来一下，一连我当时管的高肝病房，一个一个脑血栓，本来好，有时一个月俩月都没有的，一个一个进来，一下，哎呦，突然高热，因为没有也没开空调，那个天很热，大量出汗，一来又没有喝水，血液浓缩，又岁数一大，本来动脉硬化。一下子就得病。如果他的养生习惯，早上起来，早上一起床，一杯水。一个人老年人血液最浓什么时候呢？天亮，因为您一宿，呼吸、排尿、皮肤出汗，血液是不断浓缩，到天亮最厉害。醒过来第一件事，赶紧喝一杯温水，或者温度别太冷的水，这样五分钟，胃就吸收了。空腹吸收水，五分钟马上血液就稀释了，所以充分喝水，一天八杯水，这样可以减少很多夏天酷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冬天也重要。冬天呢，因为天一冷，血压高，心脏负担重，尤其早晨。我们最近统计了300多例心肌梗死，发现一个很重要规律：冬天的早晨，一年四季心肌梗死最多的时间。5点到6、7点还好，7点以后7点到9点又更多了，它一个明显的一个高峰。最后分析下来，冬天的早晨心梗的发病率比一年四季的平均值高出42%，这就是很明显了。因为什么？你这心肌梗本来你注意一下，冬天早上注意保暖，有血压高赶紧吃药，再喝点水，起床注意一些。心脏很不好的人千万别冬天早上运动，平时可以晨练，但有血压岁数很大心脏不好千万别晨练，晨练反而诱发你死得更快。运动这个东西是好，但也不能过分。所以希波克拉底讲，阳光空气水和运动，生命和健康的源泉。特别要提到一个水，同志们，多喝水解决什么问题呢？防暑是要多喝水，防冻呢多喝水。有人说防冻跟喝什么关系啊？您看东北边防军，东北零下40度，解放军战士在外面的多冷啊！那怎么办呢？手都能冻掉，多喝水。水喝多了，水分够，周围循环很好。如果这是一缺水，首当其冲，周围循环不行，四肢很容易冻坏，一定要多喝水。
多排尿，那么血液循环好。第三，防病，结石病、肾结石、胆结石，还有好多其他的病，就水喝多了以后啊，充分的代谢循环，水充分喝，防暑、防冻、防病三防，喝水就很便宜，所以一天要保持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尿，那基本上你就觉得喝2000毫升的水。那么有人说我也没量杯，我怎么知道？我以前没关系，一天6次7次小便，最主要看早上的早晨第一次。如果你早上起来，早上起来尿很少，很黄，味道比较浓，那一定会。早上起来那次尿，如果量比较多，比较稀清亮，那水分可以，用这个来观察也很可以。人们常说水是万物之源，而对于人们的健康来说，水又是最廉价的保健品。此外，洪教授认为，真正要做好健康，最关键的两个字是和谐。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和谐？接下来，洪教授将给出他的答案。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很多人很重视智商，但是不重视培养他的健商和情商。真正一个人有多少白领、白骨精，本事很大，博士、博士后，最后呢，要说出来事例多了，白血病的、癌症的、心肌梗死的，都是很优秀的人。因为什么？他们确实智商挺好，但是情商、健商不行，他没有懂得花一点时间关爱自己的健康。那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在从小的家庭的教育啊，孩子一定除了智商以外，一定很重视他的健商和情商，尤其是情商。对孩子真正要做好健康，关键实际上还是季羡林先生讲的三个和。那有人说，哎呀，说是这么说，但怎么我们怎么能照你说样样都能够好像身体也健康，家庭也幸福，事业也成功，还活到100多岁，样样顺利？那关键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学问也好什么的，没有这个人，那怎么办呢？就要按照孔子说的。孔子了不起，他一辈子他也放过很多，他也改进，他是什么呀？15知于学，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断提升才能那样。我们不需要到70岁，同志们，如果我们很好的按照现代已知的科学知识，可以做到20岁养成好习惯，40岁指标都正常，60都没有病了，就说我们可以就像孔子不断的学习这些知识。另外呢，可是学的时候要注意怎么才能会，因为健康归根到底是知性行，你如果知道不行，你没不做没有用啊。知性行，可是难的就是从知变成信，还变成行，变不来。你看抽烟的人都戒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按照曾子1日3省我身，1天3次反省自己，就是说人的肌肉要锻炼，什么思想要经常去像洗脸一样，像刷牙一样，思想心灵要经常去擦一擦，把灰尘擦掉，就怕他不反省。从来没有对思想进行一下修养、净化、提升、感悟，越犯越深，越陷越深。健康那么珍贵，比什么都珍贵，没有任何的，但是它不能一蹴而就，它就靠你的理念来获得。你有和谐的一个和谐的哲学理念，阴阳平衡，顺应自然，还有扶正固本，一些基本理念一掌握，同志们不用花什么钱，健康就在你手里。人们总结几句话：锐气藏于胸，
和气浮于面，财气见于事，义气失于人。我就做人做事念，人啊，这个人锐气藏于胸。您不要，哎呦，一有本事，嘿呦，横得要命，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谁也看不起。别，您很有本事，藏在胸里，哎，很低调做人，和气浮于面，哎，见人微笑，礼貌，很和气，这样有感召力，有亲和力，大家愿意团结在你身边。所以，第三呢，就是财气见于事。你很有本事，财气，别吹牛啊，到处我哎别，你把一件件的事情办好了，把一件件事情办漂亮了，哎，这就是有财气，这就是你有财，哎，所以你把财气事情做好，这就是最后义气施于人，你成功了，位高权重，本事很大，你好事啊。帮助别人，哎，你成功以后千万别，哎，我告诉你，这功劳都是我的啊！不，你成功以后，这个事是你做的，哎，这个事是你干的，这个功劳是你的，还提携帮助后人，你成功了，功劳给大家，在帮助大家。这样的话，您自己心态好了，健康也跟着来了。所以说来说去一句话：世界观、人生总开关。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您一切都很顺利。最后说几句话：微笑不用成本，但能创造财富；赞赏不用花钱，但能产生力量；分享不用费用，但能倍增快乐；信心源自内心，威力胜过黄金。观念改变人生，思想决定命运。说来说去，健康是理念，是一种思想。只要思想对了，一句话，一个观念，一句话能改变人一辈子。一个思想对了，一辈子都顺利。所以最后送大家这几个。好，今天讲到这，谢谢大家。21世纪的健康理念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20岁养成好习惯，40岁指标都正常，60岁以前没有病，健健康康离退休，80以前不衰老，轻轻松松100岁，快快乐乐一辈子。健康最可贵，自己少受罪，节省医药费，何乐而不为呢？